羽球世锦赛挑战后冠戴资颖首战面对澳洲陈村玉二前2018羽球世锦赛，台湾一子戴资颖预计今天晚上约六点出赛，迎战澳洲女将陈村玉，两人将是生涯首次对决。去年因是大运而未参赛的戴资颖，今年赛季34场仅一败，除了开季第一战马来西亚公开赛区居亚军，接下来连夺五冠，写下29连胜的优异表现。陈村玉目前世界排名第81，生涯从未和戴资颖未交手。